哎，我们专门出来旅行的，你连胡子都不刮啊？嗯。我从没有想过，期待已久的520旅行会以这样的形式开始。我们下午就去喂鸽子，然后晚上看音乐喷泉，好好怎么好，我样？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哎，你看这个地方怎么样？我。既然都出来旅游了，那我们就好好放松一下吧，别想工作的事儿了。放松？你以为我不想放松吗？我整天想着我们买车，我们买房，我们的婚礼，还有想着给你一个更好的生活。我知道，我……你知道什么呀？你知道？你知道就不要非要现在出来旅游了。我后天还有个项目要谈呢，我……可你也没告诉……算了，我们还是各自先冷静一下吧。我在说什么呀？球球，对不起，我就是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既然睡不着，那我给你看看我给你准备的520礼物吧。这么喜欢这个剃须刀啊？当然了，这可是你送的520礼物，而且又小又轻便，我以后啊天天都带着。哎，对了，今天想去哪玩啊？不知道。要不你计划一下行程。好。走吧，今天我们好好放松一下。那也不能太放松了。今晚回家的高铁票，这就不会影响我们肖冠先生的业绩了吧？谢谢宝贝，下个月啊，我一定陪你出来玩个够。那得看看我到时候有没有空了。